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晚上下班了，路过菜市场就买点鸡爪子，准备做一个泡椒凤爪。就是配点宵夜吃。在深处，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爪子已经泡了3到4个小时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，我们来品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。直到我睡得轻，味道泡出来了，也不是很辣，我们老表们肯定喜欢吃，明天带过去给他们吃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